我还没有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 找到目标，上前来，我保证会让你还没有开始。 我需要目标。 找到目标。
需要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他锁住了，他锁住了。需要目标。太远了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不要妨碍我们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太远了。在找我吗？我干嘛要找你？大概又要叫我做你那种粗活吧？我要是想找个只会出张嘴的自大狂，
自然会去找你。那我保证不会理你。你知道保证这两个字怎么写吗？是啥？你才是那个应该要……等等，有人来了。我不能攻击他。终于，我们可以发泄挫折感的目标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是不智之体，现在真的生气太远了。我知道王子会生气，但是我身不由己，我必须放了他们。是伟大的造物主命令我这么做的。等等，外来者，不是凯尔萨斯派你们来的？太好了，我只要跟王子说犯人是你们放走的就可以了。纳鲁把最危险的犯人关在这些囚房里，我来向你介绍一个危险人物。好，很好，另一个危险人物，我会拥有你的意志。看，又是个力量不可思议的恐怖生物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你又是谁呀？啊！我的头好痛啊！这是什么？卑微的地精？下一次会更好，伟大的造物主。卑微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朋友，没有人会用卑微来形容伟大的米欧奥斯曼纳斯顿。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很高兴跟你一起对抗这无耻的蠢蛋，准备收拾吧你，侏儒！失血，混乱！哦，你真聪明。当然，我都看见了。我必须先做好这些准备，你们先做你们的事。我要来召唤一些水。太好了，再来就是防御性的魔法，这才对嘛。当然了，只剩一间牢房，你们一定会爱上这个。伟大的造物主，马上照办。来吧，是谁指明要点一颗车大号的送死大餐？控制弱者的心智是件小事，因为我所效忠的是不受时间和命运摆布的力量。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们屈服，就连强大的燃烧军团也不例外。欢迎伟大的造物主，我是你谦卑的仆人。亲眼看看你的死亡使者吧。谁最坏？谁最坏？对，我们最坏。一颗小尘埃而已。嘿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